严凡，你还记得那个做防重业的张阿姨吗？人伊吼离婚了哦，娶三个囡仔，佫买厝安尼。我感觉你蛮适合做这个行业的，要不要跟他学习做看看？妈，其实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生活只是为了赚钱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快乐。够了，够了。妈妈就不再跟你说这些了。不过哦，你已经28岁了，也该为自己的前程做着想啦。你总该设个期限啊。哎，加油！